这个我不会放在厨了，我一定会放在我初一十五来跟他点香，所以我要给我的孙子啊，世世代代阿公也拿到最佳男主角。嗨，大家好，今天呢就收到一些包裹了，因为我们平时拍了很多 MV 嘛，他们就拿这些 MV 去外国参赛，去了不同的国家，就得到了一些奖。这半年来就是累积的这蛮多的，那今天打算一次过来开箱。那这里的呢，就是之前我们有拿过的，就是来自美国纽约的泰利奖 Telly Awards， 两项都是。这是来自美国西岸 California 的另外一个奖，叫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比较小的，那奖杯是这样，一小小个这样。还有这个呢，之前有得过一次，就是来自匈牙利的 IMVA International Music Video Award。那我们先来拆一个小。那我们买包裹最爽的那一刻就是这个时候，哎，很像那种加入我的团队那种，不错嘞。他给你一个板，他给你一个好像类似银币这样的东西，然后放在上面，蛮有心的。然后他们这些奖项呢，是根据个人的那个成就嘛，是颁个人的 achievement。这个应该是铜奖，然后这个是银奖。OK， 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铜奖是这样的，其实应该是长一样的。哦，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铜的跟一个银的。哎，为什么我会同时拿铜又同时拿银呢？那这个银的它是根据我的高清无码的专辑的整个概念，然后还有二十楼别人的老婆里面的一些原创来作词作曲啊，它会综合考量。OK， 这个铜奖里面呢就包括雅贾米拉、嘎达、809000、像他一样，还有一首揪你出去玩。那综合这五首过后，他就拼了这个个人奖，就是铜奖的部分。OK， 现在我们来开第二个，这个是 IMVA 来自匈牙利的。那这一次我们匈牙利的 IMVA 呢，我们得到了9个奖，看一下是什么。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最佳制作 Best Production 二十楼，这个呢我一定要拿给我们的监制，就是 Jokudo， 这个真的是做到半死。我们发生很多事情了，受伤了，然后又生病了，有人中 COVID 了，现场还有发生一些意外，真的很不容易。这首歌恭喜，就是我跟 Jokudo 我们一起在制作方面有得到肯定，等一下我会亲自颁这个奖给他。OK， 下一个又是二十楼最佳 MV 男主角王雷大哥，恭喜恭喜！你跟梁导演那么多戏有拿过奖吗？没有，可是你看最佳男主角 MV。下一个也是二十楼最佳嘻哈 MV， 这个是算是团体奖，也是大家一起辛苦的结果，也是谢谢所有参与这个二十楼的朋友啦，包括演员，就是雪梅姐、杨宝贝，他把他的经历演出来，直接做自己，直接演，尤其赌场那一幕。下一位，哎，又是二十楼最佳 MV 男导演，这个是我个人的奖，那谢谢我自己哦，谢谢我的肝。下一个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最佳摄影，这个是雅贾米拉，就是我们的老师林水冠，我们的阿冠老师呢，是马来西亚很有经验的大师，就是帮我们拍了很多支 MV， 可是就有点委屈他，因为我们这次去就几个人而已，没有什么人可以帮他，他就拿着那个一个摄影机在那边跑来跑去，我们就拍了一个多礼拜在那边晒太阳，那太阳是干干热热的，然后是晒到会痛的，感谢了，就是我们终于拿到了，马老师。下一个亚太区最佳 MV 奖，比莱 him 像他一样，我们特地飞去英国，那时候很冷啊，我记得那时候就全部人在流鼻涕，一边拍一边在那边逞强这样。马来西亚的部分也是拍得很辛苦，很多人受伤，因为是小朋友踢足球。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最佳男主角 Mitran 小弟弟。下一个 Big Bird Plane 大飞机 The Best Costume 最佳服装设计，这是我们的 Weijun Fu， 等我们要亲手送给他们的造型师，做到半死。因为这个大飞机是演唱会的造型，所以那个时候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演唱会要好看嘛，不只是 MV 拍了可以骗人，可是演唱会是真人要站出来，所以它的难度是在它的实用性要很够，然后又要很有创意，因为 Luxy 哥他们要性感，然后我又要帅气，我帅气是比较简单可以做到啦，然后女孩子性感你就要把它曲线的勾画出来，要花时间，要花很多那个心思去想。再下一个 Best Actress Music Video 最佳女主角，就是别人的老婆苍井空，就是苍井空，就是之前她拿了很多她的戏的奖， MV 她应该还没有拿过，她在 MV 里面真的太精彩，我跟她相处了好几天，在日本打情骂俏，回到初恋的感觉，恭喜苍老师，要特地继续去本要感谢她。 OK， 来娘嘛，哇，难怪这么大。 OK， 来 The Telly Awards，哦，星星的羞羞诶，这个是 The Best Music Video Be Like Him， 像他一样，华人的音乐奖项我们报了几组好像都没有入围，可是在外国就蛮受欢迎的，很感动啊这个 MV。 下一个 The Best Music Video 也是金奖 Someone Else Wife 别人的老婆，那时也是发生很多事情在日本，而且我们在日本待了将近一个月，从夏天待到秋天，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奖也是大家很痛苦拍的。好，这是我们的 Secret Life偷偷 The Best Director 最佳导演奖，这个是我个人讲的。这个 MV 其实拍得蛮痛苦的，因为你在现场看着那几个帅的那些少女这样走来走去，穿着那个 OL 那个衣服啊，哪里有人这样穿的？你穿去上班，那个公司一定倒的。对，他在拍的时候，我们真的拍得辛苦。哎 ，The Best Music Video 第三个金奖80900，感谢就是跟我一起唱首歌的青蛙还有马奇弟弟。
这个 MV 其实拍摄的过程没有那么难，可是他的创意那个思考那个我们那时候在沟通的时候有一点困难，因为我们要把80、90跟00后的一些房间的格局要设计出来，然后里面的那些元素啊、海报啊、道具啊，全部要很讲究，就是我们80、90、00后这三个年代人是怎样长大的。来下一个，哇哦，最佳标题设计 The Best Title Design， 亚贾米拉，那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师阿龙哥帮我们完成的，所以非常感谢他，就是也是用干换来的。来下一个，这个是一个银奖 Best Director What I Love 我爱的，就是跟林志华、齐柏一起合作的，然后拿到最佳导演奖。这个 MV 呢，对我来讲是蛮幸福的一个 MV 啊。有多少人可以骑脚踏车载着明治华骑落在海边，然后他这样抱住你的腰，在那边转两圈？你 try， 你去问他要不要，要不坐你脚车？没有办法的。我觉得这个 MV 最难的地方是沟通，因为我们要跟整个日本团队沟通，然后中间还有中国的团队掺进来，然后有台湾的团队、马来西亚团队，我们四个国家人在那边就几个人家讲话这样，尤其文化不一样，很容易得罪人。这个也是拿到另外一座银奖 ，The Best Director 最佳导演80、90、00，这个也是要谢谢台湾的团队，还有我的台湾的经纪人。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团队，然后还有跟我一起做这首歌曲的人，谢谢你。我又拿了另外一个银奖最佳导演的 Best Director 20楼。OK， 下一个呢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亚贾米拉，恭喜我们的林思冠老师，这个真的是辛苦，真的很值得拿嘛。你看拿了两个，我们在匈牙利 IMVA 又拿，然后在美国泰迪奖又拿到。如果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辛苦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制作特辑，就是我们跟那个三个东欧美女在那边这样跑来跑去，这样是很辛苦的。我们那时候拍 ，OK， 现在我们就整理出来了，总共这里有6个金奖跟3个银奖，来自美国的泰迪奖。这里呢有8个奖来自匈牙利的 IMVA， 然后这里还有2个呢来自加州的 Global Music Awards。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些奖呢，就是不属于我个人的，一个一个要亲手拿给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感恩。既然拿了嘛，每年拿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每年要擦那个灰尘，会比较辛苦，所以大家帮我分担一下。造型师在睡觉。Good morning， 我们的造型师，他的形象很重要。你看那个服装，我们要送礼物给你了，就是之前我们的那个大飞机拿到最佳造型奖。你什么感言吗？跟大家讲。是啊，谢谢公司有帮我们去申请这样子哦，也是要谢谢拉西哥拍这个 MV 的部分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才7度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在天台上面一起吹风，然后很冷这样子完成了一个作品，然后要穿短短要扮 sexy 这样。对，其实基本上内裤就走出来了，所以就拿奖。你搞不好评审不小心看到内裤。耶，恭喜宇俊。哎，龙哥耶！当恭喜你拿到了来自美国的泰迪奖，亚贾米拉 The Best Title Design。恭喜你，这是他个人的奖。感谢师傅。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他，因为我们公司的平面啊，几乎是他一个人在做。你们看到所有的平面的东西，公司的那些歌名啊、歌词啊，还有那些封面啊、缩图啊，有时候做一些海报都是他在做的。OK， 你们不要抢人啊，知道就好啊。我们的龙哥，谢谢龙哥，谢谢你。还有什么感觉要发表吗？关于这个亚贾米拉？就很意外哦，拿到这个奖，因为那时候也是刚刚开始做 graphic 才好像几个月，就有吓到啊。看到讲到这样嚣张，好像他刚刚做 graphic 就赢。不是，这是金奖、哦。我意思是讲，有点吓到、啊，还有分金银铜哦。刚刚这样做 graphic 就赢嘞，做到半死了。没有啊，也是要谢谢师傅啊，因为我们每次做都会做很多个版本的嘛。最好像有7、8个版本啊。差不多有啦。做了7、8个版本哦，到时候我们投票选出这个，就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最美的这样。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看一下，如果是你们会投哪一个？谢谢，恭喜阿龙龙哥。耶、yeah, ！就是你的奖，我的、啊。Be like you, the best music video。还有一个，这个是20楼的 best music video 银奖 ，the best production 20楼，这个是另外一个奖来的，这个是 IMBA 的，然后这个是 Intercontinental Music Award。Happy Family， 哦、oh, ，Happy Family， 哇，这么久，这个是我们很久之前拍的那个 Barbie 的主题曲。我因为这部电影被抓被扣，还没有告，到现在这 case 还有的，我们继续上法庭哦。然后这个是 Best Production for 20楼，这个也是做的蛮辛苦的，因为要这个 MV 哦，我们要找那个高楼嘛，可是我们找到的高楼都被 reject 到完，他坚持要15楼以上，可是 KL， 因为我们那个 MV 叫20楼，你不可能找太低了，不可能找8楼嘛，所以我们找叫改革，您叫8楼。然后找到这个场地的人也已经被他气走了，这个也是那个被气走了的、啊、这个也是那个20楼。然后这个 MV 呢是那个 Be Like Him 帮我找到这个场地的那个女孩子也是不在啊，他做完工就不在了，通常所以全部都走到完了，剩下我一个人啊，坚持。还有我吗？我也是啊。谢谢我们导演新人，师傅，我们今天要找谁？我们要找 Mitran 的爸爸，他送了这个 European Cinematography Award The Best Actor。
Hello, Mr. VJ. Hi. This is Hong Chan, the best actor. Yeah, from European Cinematography Award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Hong Chan is not here, right? He's not here. He's playing and playing football in UK. In UK? Thanks to your production, thanks to you as a director, and also Joko, because you all give me the opportunity. When we went to UK, that trigger gave me a room to think, why not we send him over there? Not study here, go to UK. Because he was here in international school as well. But the program, the progress to excel in the football field, I don't think so. It's too weak, it's too weak compared to England. So then I said, okay, then I send my particulars, remittance particulars to an agent. So then he gave three schools choices to us. Then he went through all the exams, then finally he got placed, and then enrolled him. All because of football, and I think the point start from the musical video. I can make a video call now. Can I focus? Yeah, can. Hey bro, how are you? Hi, Mitran. Hi, Natalie. You got this, you know? The best actor. Congratulations, Mitran.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I feel very, like, grateful. I feel very gifted that this, that one day of my group, I think, then me and Joko showed up. That's very good. I showed them my drama, and then they selected me to go to London to meet Terry and Lee. So the credit should go to them of making this video, making it happen. I feel very, like, so I'm technically famous right now. So thank you for the word. Okay. Okay, Mitran. See you, Mitran. Take care. Bye-bye. 等一下要把奖杯给我们的节目叫 Best Editing 我们的导演。Hello。那你奖你们奖状过来。谢谢。这个是那个 European Cinematography Award， 这个 Best Editing。Okay, 什么发表什么感言啊？感言啊，就托导演跟制作人的福才能够拿到这个奖。你是导演的指导了。当时我也是得了 COVID， 然后电脑又烧掉，所以就把那个剪辑的 timeline delay 了。然后而且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然后沟通上了就有一些很像你以为我以为那种大家没有沟通好来，所以把整个剪辑的 timeline 就延迟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拍摄也是本来就很难的，接下来在做 post production 就更多事情，就这个东西不容易演的，要做完这个东西很头痛。很多人一说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是不可能完成的，怎么一个小孩子可以很像一个 legend 这样子来踢，要对那个画面，然后结果我们还是做到了。结果给我们做到了，不小心做到了。谢谢你，谢谢你。哎，师傅，我们现在下一个点子，我们要送三个奖杯，我们的阿冠老师，摄影奖。来了，阿冠。你这边呢？找不到你，我送你东西。我们要叫沙上来。这个是姚佳明，让我们一起去那个中东拍。这个是哪一首啊？这个是这个歌抽烟，三年多前。这个是姚佳明，然后金奖，恭喜老师。我们在筹备下一个卡巴，继续去赛啊！一个人去拍啊，没有 assistant 啊，没有什么 light gaffer， 没有了，一个人搞定吗？西北高浪。OK， 恭喜啊！谢谢老师，我准备下一场。王雷大哥的奖杯。喂，王雷大哥。喂。恭喜恭喜！哇，这什么 ？Hungary 匈牙利，这代表雷斯安罗啊，最佳男主角。林北，干你妈！最佳男主角耶！真的你打开看，真的要讲英文，Really thank you. I'm 62 years old. I got 20 作品在做过。20 movie 啦。Do 20 movie. Best I also know have. Best I also know. This one is best actor. I happy like. 对。这个我不会放在厨的，我一定要放在我爸爸的神主牌的。初一十五来跟他点香，所以我要给我的孙子啊，世世代代阿公也拿到最佳男主角，哇！明天要好练了，谢谢，谢谢你，谢谢你。この度 IMVA 最優秀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女優賞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びっくりしてます。こういうものをもらったのは初めてだったので、すごくとても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撮影の時はですね、すごい夏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とってもとっても大変でした。でもなんかすごいその中でも楽しんでできたなって思います。
その MV の中で白むく白い着物を着たんですけど、もう初めての白むくだったのですごい感動的でした。いい思い出になりました。とってもとっても撮影楽しかったです。また機会があればたくさんの MV に出たいなと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の時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葵空でした。